大家好，今天是除夕了，我们又在这儿再一次的见面了。今天画一个非常简单但不是特别的应景的一幅画，上蓝下黄，中间用一点粉色渐变画出云彩的层次，用白颜色提亮，下方加一点深色和紫色，用到柠檬黄画一些树丛的效果非常的简单。下方呢用到的是灰色一陆地，一个红颜色衣服的小妹妹。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